大村乡日前发放一个人2000块的新年礼金，白花花钞票让居民笑得合不拢嘴。一个人领2000，我领了18000。说到大村乡的福利，实在让人羡慕到不行。落实补助、生育补助、重阳礼金，还有丧葬慰问金，一样都没少，甚至还帮每位乡民保险，最高可领100万。霸气发钱，公库现金存款也曝光。大村乡的乡库存款还有超9亿2000万，真的是稳坐彰化县富豪王。比起负债200多亿的县政府，可说是大村前烟角木，全因为辖内有正兴轮胎老董的10.2亿遗产税。正兴的董事长哦，罗杰先生，他有一笔遗产税，可能也要进来了。公所有更多的经费可以做一些建设啦。冲着幼人福利，短短2个月，乡内户口增加800多人，富豪般的公库存款该怎么用？乡民等着看。记者陈寿伟、林嘉庆、李云杰，彰化报道。